会之中，这个要懂得，绝不轻易开玩笑。遇到喜欢开玩笑的人，我们要远离他。这是佛在此地对我们的教诲呀。为什么呢？因为戏论呢，借镜争论。往往戏论的时候，就连着有争论。那么你就起烦恼了，起贪嗔痴慢了。智者应缘力，当去备忧寻，这个备忧寻也不要把它死在那里，一忧寻四十里，一备忧寻要跑那么远，没有那个必要啊。这个意思就是远离它的意思，所以不要死在经文里面，一定要如佛规定，要读到备忧寻之外。佛不是这个意思。佛是叫你远离，赶快远离，意思在此地。一不近于彼，造立住舍，这就是你住家。你住家那个喜欢开玩笑的人啊，不要住着他，不要跟他做邻居啊。你也住的比他跟他有一个距离。这个意思讲，所以这个住家也要选择邻居啊，这个很重要。下面说，是故出家人不应住争论，汝等无田者、妻子及同仆乃至庸碌为何缘心争论的？这个一首半的六句是说一桩事情啊，这是佛特地对我们出家人讲的是因上面讲的那些那么多的过失这个缘故你们这些出家人呢，决定心里头不要有争论。你们既然出了家了，你也没有田宅，也没有财产，你也没有妻子，也没有同仆，甚至你也在社会上也没有这些荣位、这些地位，你凭什么去争论？所以出家人要像个出家人呐，身心世界一切放下。这个才对。再看底下这一首，出家住极静，身披于法服，住心行净事，当修忍辱心。如是戏论者，正当毒害心，当堕于恶道，是故应修忍。这两首说一桩事情，这教给我们出家人，出家人心啊要时常保持着清净这个住是安住哪有出家人心不清净的道理你们也常听到这出家人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六根里头就有一根一尘不染，尘是指五欲六尘五欲是财色名食睡，六尘是色声香味触法。你心里头怎么能牵挂这个？怎么能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那你就不是出家人了。这佛说的太多太多了。身披于法服，这个不念背。跟那个挑手边的披同音同义，古时候这个字通用，这念破音字。你的身上披的是法服，法服是袈裟了，是染衣。你要懂得这个意思。真正出家人，天人、仙人。看到你都尊敬你，那么换一句话，你打上穿上这个袈裟了，你这个心地污染不清净不要说天人不尊敬你，鬼神都瞧不起你鬼神都开你玩笑。所以应当要修忍辱心
啊，忍辱就要忍耐啊，世间荣华富贵我们要舍弃啊，不要去羡慕，不要去攀援啊。如是戏论者啊，这是习惯戏论的人增长毒害心的，这个毒是三毒，贪嗔痴啊，害是烦恼啊，常常叫你生起三毒烦恼，三毒烦恼是三恶道的业因啊，果报在恶趣啊。是故应修忍啊，你要能忍得过啊，不要去沾惹五欲六尘啊。你既然发心出家了，你是真正觉悟了啊。怎么样觉悟呢？从五欲六尘跳出来觉悟啊。再看底下第十七首：求尽即系缚，行害而垂楚，如是等诸苦，皆由增论生。这个如果先前来讲，就是你犯法，你受刑啊，囚禁、系缚、刑害、垂楚，都是古时候的刑法啊。那么像新加坡，你犯了罪有鞭刑啊，要坐牢啊。囚禁就是坐牢，系缚是坐牢啊。这个鞭刑是刑害，你犯法，你就要受法律的制裁。这个犯法常常也有从戏论到争论产生发生的啊，所以要晓得这个害处。如是戏论者，常于恶之时，名称不增长，曾无欢喜心。善知识原理，恶之时常常遇到啊，名称就是今天讲的名誉啊，名声，你的名声不好，人家称哎，某人常常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你的名声就不好了啊。换一句话说，社会大众对你也就敬而远之，不会亲近你了。都是说的戏论为缘而遭惹的祸害。再看底下这一段，这一段有两首偈，佛劝教我们：若邪于争论，无能思其变，眷属不拐利，常欲于善友，愚臣得清净，业障尽无余。摧伏于魔君，勤修忍辱心。这个两首是一段，佛在此地劝导我们，叫我们要邪争论。正是所谓于人无争，于事无求啊，身心清净，纵然过去生中的冤家债主他对你也无可奈何啊。为什么呢？虽然过去生中有这些业因，这一生当中没有缘，他也不会报复啊。过去的冤家债主借的有因呢，这一生遇到缘，才遇到这个报复啊，遇到这个果报啊。若没有缘呢，恶缘呢，虽有恶因，也不受恶报啊。这个道理要懂得啊，所以没有能思其变的啊。这个变呢，就是我们俗话讲把柄。
人家抓不到你的毛病啊。